这是啥？这是山竹的种子啦。山竹的种子就是亲像安尼啊。这种茎较嚼的出来，准备要播种的啦。食的可能爱无用规工的啊，嘛得爱囡仔也较做做的，点点的，啊无透有山竹的仔啊，通好捡，啊，生做安尼啦，啊，嘛是足侪细粒啊，破去的，啊，嘛是有细粒啊啦。啊，这破伊个，啊，紧啊，卖伤多就好啦，来个点点的，让伊赶紧发起来。好，这就是山竹的种子，新鲜的啦。好，准备来做工课咯。